今嘛准备要来画武昌街甲园林街的重庆南路一段，日本时代叫做本町。啊，今嘛是安尼，以前呢是安尼。这所在存了半边的古早时代遗迹。啊，在日本时代是生做安尼。这间叫做台湾储蓄银行。阿金妈呢？平安呢？啊，实在看袂落啦，规期该倒倒转来，煞来去该回倒转来，多谢收看。